大家好，我叫宋瑶，我是维多利亚州选举委员会 VEC 的一名工作人员。2020年10月，我们举行了地方政府的选举。如果 VEC 没有您的选举记录，那么您将会收到一封信件，题为“明显未投票”的通知。这不是罚款。在信封里，您会发现一份表格，多语种说明。和一个邮资已付信封，表格上会询问您是否投过票。如果您投过票，请提供信息告知您是在何时寄出的选票。如果您没有投票，请务必解释您不投票的理由。您需要在明显未投票通知日期起28天内告诉我们您是否投过票。请把该表格装进邮资已付信封，尽快寄还给我们。请务必回复，如果您不回复，就有可能遭到罚款。如果您需要填写表格方面的帮助，请拨打电话9209-0106联系 VEC。